谁？警察，我们是市局网安大队的。请家属来了，还研究那破游戏呢？嗯，这姓高的挺阴险。没事，明天他们版本更新，到时候有好戏看。嘿嘿。哎呀呀呀！他们植入了病毒，现在正在想办法查杀追踪源头。是李寻，你怎么知道啊？他隐藏了 IP 地址，但他攻击端口的风格我太熟悉了。那我去帮帮东梁。慢着，别管他。你这是要？非法入侵计算机系统，要被判几年啊？李寻被定罪，不好吗？所以你是要？我要送他故地重游。红宁，你想回去蹲监狱，没人拦着。你现在从我这搬走。我就是贱，我上杆子陪你待这破地方，给你做这个破饭，活得跟过街老鼠，我该啊！非要作践自己，谁也拦不住，谁作践自己了？谁？警察，我们是市局网安大队的。李寻，你别拦着我，我不想再坐牢了。我冷静。李寻真的把病毒清除了？没关系，我们没有损失，可以自己制造损失。警察同志，我们并没有给 LP 公司造成任何损失，我想这是一次误会。没有任何损失，不对吧？李寻，你够狠的。病毒虽然被清除了，可是我们公司最有价值的七国争霸的核心用户数据，也被你给顺手删除了吧？正当竞争不过，开始用这些旁门左道了。你们是要毁掉我的七国争霸呀？高建宏，你少血口喷人啊！谁动你用户数据了？警察同志，这是我们公司安全部门调取的数据，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，李寻在清除病毒的同时，顺手把我们公司最重要的游戏《七国争霸》的核心数据资产也给删除了。听。请家属来了。朱月，你又搞什么鬼？有人通过1433端口入侵了你们服务器。有人？这个人不就是他吗？没错，当李寻进入你们的服务器，清除了红宁植入的病毒之后，你们就从外部停用了1433端口，到现在都没有恢复。是啊，我们发现有人入侵，就从外部关闭了1433端口。但是在这之前，我们有一部分很重要的核心用户数据已经被李寻给删除了。可是根据我调取的服务器日志文件，1433端口是在下午3:17被停用，而核心用户数据的删除是在4:21。李寻是怎么在1433端口被停用的情况下，突破1433端口进入服务器，删除核心用户数据的呢？警察同志，你们到 LP 大厦的研发部，一定能找到使用这个 IP 地址的人，他就是通过内部网络入侵了 LP 公司的服务器，并且删除核心用户数据的那个人。我现在就叫我们 LP 的技术人员再做一次鉴定。我们不必了，我们会回去好好自查自纠的。对违反公司规定的员工，我们一定会严惩不贷，绝不手软。